五千亩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陆，这是三七，今天是我们马上出发的第七天，依旧在四子王旗草原，依旧行进50里。今天总算告别了烦人的铁丝网，我和三七都可以大大方方的驰骋。可能是昨天的雨有点作用，稍见绿色，三七的脚力也明显有力。我最爱去的场景，骑行两小时后见到一处牧民家，但是没人，修整计划失败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下一个牧民家终于遇到了好心的大姐。全都散落在街边，我最爱去的书。哎，谢谢姐啊，放了多少只羊呢？谢谢姐。咦，那可不少，就羊吗？没有别的吗？没有。那没羊的牛呢？我不要的，高潮瘦炸，就一个，这个五千多亩，可以啊，五千亩，那边全都是旱的，一点都不行。你看姐这样的，就是还挺知道看着草的这个长势去养羊这种的，外来的那种的租的那地的，吃完了我就走了。那以后的草咋？蒙古人对于草地的这种感觉更深一点，对吧？持续发展嘛，长久发展嘛，对吧？修整结束，继续上路，但脑海中还浮现着5000亩草场、300只羊的场景。可能是人与自然的平衡，全在人心吧。就像遍地的风力发电，是绝对的绿色能源吗？真的不会对这里有任何影响吗？我只知道它在这里很伟大。